我的妈妈给我找了一个男保姆的活，雇主是个单身残障女孩。给你窗户了什么啊？你碰完就闭嘴，你出去，你滚，你滚！这视频你接什么？视频咋的？视频不能接呀、啊？你这我还给你接就不错了。哎呀，保姆谁？家里条件好，你还不走？我往哪走啊？没开。你跟他唠吧，他没看着你。你把他都开开，我看他，赶紧让他走，加一个让他走。你对象啊？你一个臭保姆的，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说话？怎么的？臭保姆，他刚才裤子都我穿的，我跟你说吧，他衣服都我穿的，一会儿我还抱，我还得抱他，抱他上轮椅。啊！我等你，快来吧！这边气死人了！你为啥告诉他呀？什么告诉他？不，你让我接的吗？你说你让我接一下了吗？那你接就接啊！哦，你说的是废话呀？你刚才你让我接，然后你现在跟我说你让我接我就接。看一下啊！哎呦我的天哪！你家这活也太难干了啊！我不想让别人知道。不让别人知道啥呀？不让别人知道你家有个男保姆，这能咋的呀？知道。你现在怎样啊？这能咋的呀？这没耽误你。也没耽误你吃，也没耽误你喝，没耽误你臭美。你这样事儿不也照样化妆吗？对不对？怎么你怕你找不着对象啊？我这怎么找啊？我真能找着对象啊？我跟你说，你看一会儿啊，我给你发网上去，老多人喜欢你了，都得。要是你这种是在古代都是标准的那什么，知道不？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，你属于大家闺秀。那我这活蹦乱跳的，我到现在不也没对象吗？你不善良，你太不善良。善良。去不去到底？下楼吗？没有心情。现在挺伤心呗？那我别伤心，我给你。此时此刻我给你放首歌啊，你是有病啊，你哭吧，我 BGM 都给你调好了，你哭吧，失恋了吗？我你在那也是瞅我啊，来你给我乐一个给你个脑崩吧，乐了吧，下回别这么弹你啊，走，穿衣服。你怎么往脸上穿啊？我给你穿就不错了，你别给我进事儿啊！你不唱首歌，我抱你，抱你上轮椅，快点！你快点的。你要听什么？唱《海阔天空》，Beyond 的。今天已有残留的躯壳。快点儿。叫钢铁锅，含着泪修条锅。今天我哎，寒夜里看雪凋落，怀中冷却了的快乐。真的减肥了你，哎呀妈！你真的减肥了你啊！你怎你还瘦你？你太胖了，坐住了啊！风驰电掣了啊！准备了啊！冲了！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，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，一刹那仿佛若有所失的感觉，不知不觉已变淡心里爱。